中国足球现在什么水平啊？就这么几个人，你赵鹏什么都在踢中卫，他能踢吗？踢不了，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吗？就要应该出去承担。嗯，我觉得踢得不好，该面对的也要去面对。进球了，踢得好，也被大家鼓励过。看看这个高点如何？对方后卫解围的时候，已经身体全部腾空了。嗯，这是四号的赵鹏。来看一下，乌克兰的这次进攻，又到了边路，一对一。四号赵鹏这一次的卡位很好，和斯瓦纳长传发动进攻，又是赵鹏。四号赵鹏，赵鹏也是因为之前一次单刀的机会，哎，后场的这个长传直接找到了左边锋的于海。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这个小球，后点空球，球又进了。这次中国队利用小球，是由四号来自河南建业的中后卫赵鹏空中一球，这是赵鹏在参加中国队比赛以来的第一个进球，我们也恭喜他。海迪南机会了，来一下补射，球进了，好球，赵鹏进球了。对，两个中卫。郝俊敏开出角球，头球进了，球进了，漂亮！这是中国队的赵鹏。